算唔算係贏啲馬？可以咧上場贏啲馬？誒，都可以咁講。啊，因為有時候啲馬咧贏咗咧，佢自己比較信心有啲。因為上場可能落個檔就可能都幫到大家場誒，好天花啦，我探到落其實好天花啦，二檔好似幫到手。慳咗啲位咯，但係都阿何濟如嚟講咧，佢話佢埋邊壓住嘅咧，佢都好似都冇喺開邊走得咁順。咁啊好就直路，咁佢望空咗之後咧，佢就即係佢係靠冷嘅。咁係均速少少。係啊，均速少少。咁贏完馬之後應該都仲會留喺四班啦，咁就快落咁跑。睇佢之後點咯。好，唔該曬你個。唔該曬。